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若君又来了。为什么没有戴帽子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没有太阳，因为爬高帽子会顶到眼睛，看不清楚。我现在要上去量网子，阮阿伯只收尾尔嘿，跨度32公分啦吼，宽度126，记起来哦。阿翔有没有记起来？变过变过，无变就会臭味渣。人讲烘烟前无变的臭味渣，这嘛是爱变。32，32，32，然后又一下嘿，好未？看到用的，看又一下又一下，好笑哦、喔。阿翔，啊，来，你慢用，慢。嘿啊，后边迄个阿伯迄支免插线的哦，电池甲装者。你唔知好用无？去临时去借一支啊，歹用。我遐线漏甲安尼，支支高高，连面嘛去挂挂着。内底面顶卡顺，这个是保护的，全真空。按下去，不会动就好了。保护咱家己，佮保护咱的目睭。目睭袂伤着，无倒去偷看查囡，佮袂去伤着目睭嘛。啊，你目睭也无好，就无倒看七仔啦。啊，对不对？来片，不是我们的 A 片的片哦，是锯片的片哦。啊，扳手。徒弟好像较含慢嘞。较唔捌做过这個啦，才刚牵出来做两工尔啦。哦，难怪伊跳过这个工厂、啊。后面有一个安全锁、按下去有没有？它不会动。哦，安尼这有靠好用无？无甲试卖唔知啦，等下甲试落就知啊啦。免佫插电，佫伫遐咧找电线。忘了这种网子，我们差不多用2就好了。好啊、这一台跟我们那个有没有？保时捷一样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档。哎，这里也有档数，你看在这里，你照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看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平面的差不多，用2档就好了。2档。怎么开呀、啊？这里有没有？这几个开了，切档，3、4、5、6，我们起步用2档就好了，才不会太有冲力。年轻人慢慢来，它这个有固定的哦，有没有？就这样才不会伤到网子哈、哦，我们用这个刚刚好，有没有？也都不用按，也不用在那里拉线，就顺的哈。这个赛皮哦，这个赛皮你看无？那高速公路嘞，那免打洞啊呢？好啊啦，恁用二速的尔，就较紧啊！你看，安切的就搁切掉去，你也要搁较紧的嘛？有这个切梯啊嘛，好多呢。恁切梯啊，我看可能就爱用个六速去啊啦。切梯啊，嘛是速速叫，真好用。安尼你看，好用无？上无第一点，免搁伫遐咧绕线，是不是正刚好用？啊，速度有较紧无？速度咱就知咱调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爱鸡蛋你甲收起来。啊，你也甲卖掉啦。这个搁一个功能，迄个把手咧，把手有没有在这里？伊讲这个无安尼，手拢袂去转啊。可是我们就是没有 H 钢铁吼，人工有机会，咱再搁示范了你看嘛。啊，冇听讲这个啊，要汽车打蜡，车也是要载漆啦，出去这晚上拍蜡呢。啊，你也无好人洗。无钱歹赚，咱家己有这台功能就最好用的。去用洗一台车，敢免600-700块。安尼。较好的还佫几千块咧，咱就当去看电影咧。锥子也很好用哦，家里有需要的再说。在，你至少可以空一下，不然你为什么一直推它？没有，没有推它，我是只顺便拿起来觉得好用而已啦。这样喔，对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教大家切网子而已吗？今天是切网子，刚好有这只拿来试试看，就放在那里没人用，试看看的啦。这样后面要教我们什么？人工还有机会、哦、H 钢铁我再跟你说，再邀请你再过来帮我拍拍看，有机会又今再来跟你们聊天开杠工作。如果喜欢又今修缮工程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开启响铃铛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哦，拜拜。